林家中主林文忠，因为去二娘陷害，讲伊私吞孝款，为着安尼，煞去让因老爸赶出家。文忠真有志，伊要离开厝内时阵，讲伊一定要赚一百两。假使讲伊若无赚一百两，伊绝对唔返来林家。文忠去外口面，因讲万行代志拢袂顺，好家再来拄着金主。金主的善良，深深来吸引着文忠。金主的爸母顺势来定下两人的婚事。在新婚之夜，文忠才知影金主心念当兵，唔愿脱离家己，才来拒绝这桩婚事。文忠怎赶紧祈求五王爷替因某治病。假使讲来当治好，伊愿意成为五王爷的地主，今生今世将五王爷娶妻。也毋过第二天偷走，等家的人煞发现文忠已经偷走去。金主有救啊！啊！啊！阮囝孙仔是妨碍你什么？为什么要抓我囝孙仔？我是为着要救阮某。为着你要救人，就要牺牲我囝孙的性命，你这人足可恶的！啊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我今日要救你。是五虎三王爷指示我的。五虎三王爷？是啊是啊。是啊，你到底是哪位人？我是洪山林家的人。洪山林家？周志宏一听是洪山林家的人，伊就想：文忠敢要去让周志吞落去？那呢？金主的兵是什么人有法度来救伊呢？什么啊？你才讲你的本性？阿母。文忠的人这么善良，我一定要对他坦白，我不应该给骗的啦。吼、哦，你这查囡仔无够戆啦，莫怪伊偷走啦。老爷，你啊，夫人，老爷，各位阿爷，你啊，来，阿爹，哎，敢放开啦？哎，哎呦，你放手啊！我无偷走，我本来就会转来啊。啊，敢不敢放开？是。哦。是啊。哎，老爷，我对你嘛无歹呢。新婚之夜，你新娘放你出去走？我不是偷走，我是出去外口找药啊。药啊！你看，哎呦，姜子，这姜子有毒，你用这有毒的物件来给阮查某囝医病，你是要害死阮查某囝？哎，无啦，哎，这就是啊，医治金主的病上好的药啊。用姜子要医治的病，送家里的，啊？我听托梦家讲的啊。王爷托梦跟你讲，哼，我若无咧信。夫人老爷，我看哦，莫听伊在死缠啦，归去哦，我即摆现甲梦入来洞房，交予小姐处理。伊若敢去逃走，我话我讲死。呀，阿爸，阿爸阿母，我愿意予文忠用酒钱来医治我那边。这什么呀？金主啊，到底是破什么病？是安怎会得这落病会无药医？又为什么讲介相亲的查甫人拢总爱死？又为什么讲伊的病一定爱用姜子？要安怎才有法度取到山姜子的这毒药？按照王爷的指示，爱将山姜子放伫台仔顶，再放一面镜，戴山姜子的面头前。山姜子啊，看到家己生做遐尼歹，会愈看愈生气。这时阵会对伊身上摄出一挂白色的油肝出来，这是种非常激烈的毒素。也下底面则用盘将这白色的油肝接落来，放伫高酒中，放七十九天。迄只大酒鸡一听讲你是洪山林家的人，伊就气派想要甲你拆家落包。现在你敢有法当平安走出来啊？迄时阵我喘甲袂死，我拼死命逃走，后来我跋倒，我想拍一下温死啊，想袂到突然间。主酒，姜子家不可加害无辜。洪森林家残害我的子孙，何为无辜？此人虽然是林家的子孙，也是林家的宗主，为人善良的林文忠。何况林文忠曾经为囡仔的手中救出小姜子，并且放生，
你不应该加害伊才是。王爷公，我了解。林文忠，你敢会加害我的子孙？我给你保证，我绝对袂。我摕到救济油料，我一定会把你的子孙放心在上安全的所在。真好。一切经过都是安尼啦。文忠，多谢你，予你为着我遐尼啊辛苦，佮冒着性命危险。不要紧，只要会当把你的病医好就好啊。文忠，你对我是阿足好诶。日子已经过真紧，已经79天了。金主啊，这种物件有毒，你真是敢啉？为了金主的安全，我先啉试看卖，看药性安怎。文忠，袂用诶。现在酒内底药性已经真温和。看起来应该无毒性啊！金珠，请。多谢。金珠啊，陈友，安怎？我感觉安怎？安怎？哎，安怎呢？金珠，金珠，金珠，金珠！哎呦，你害死我的孩子，阿浩，人来啊！金主将止酒油酒啉落去，几个人死死昏昏去。金主敢真正会死？那呢？等下是不是太文忠出轨？文杰，到位安尼，即马要安怎处理啊？我是阿叔哥，是要写倒啊？写倒敢卡？啊！唔系啊，不要写。是。你们都走，来，小，来，我今晚送你幺零三，大哥，下去。幺，二，三，啊！大姐，大姐，啊，救命，救命！小姐，那你没事啊？阿哥，唔紧，该放落来。啊！文丢。哦，他说他说，阿姐你晕了，文忠，你玩抓不啦？文忠，你玩抓不？我不要紧，只要你无代志，我就放心吧。文忠，你为我做这些代志，我实在足感谢你。哎，小姐。那无代志哦，阮先回来喘。哥呀，哎，咱拢高飞人啦，歹势，甲你母亲出来误会啦哈。哎，不要紧。阿哥啊，阿庆，大家喘。歹势。歹势啊。哎，丫头。文雕。啊。我要给你讲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你看。我的病敢若拢好啊，是你甲我医好的。真好，真好，我是真欢喜的。你敢真正足欢喜的？是啊，我当然欢喜啊。那安尼，你别去逃走啊吼。我是安那要逃走，我毋捌逃走过啊。老爷啊，你吼爱想较开个啦，啊，你即马身体都无好吼，爱加休困者啦。啊，若店个代志吼，你绝对放心啦，我阿好会尽量要甲做好。好啊。假使文忠啊，即久留你身躯边，唔知要偌好。老爷，你个囝来要看你啊啦。阿爸。我哩。你出去啦！老爷，我咧甲看吼，你也是赶紧将咱林家的产业吼，到金宝啊去管理啦。是啦，阿爸，你即摆人咧无爽快，你着把事业拢交我，你好好休困，
我嘛会使好啊，友好你啊。不用嘞，我正啊等文章我转啊。哼，呾讲到文章迄不孝子，你看伊少年伊要创啥物货啦？听你这讲话口气吼，袂输你干那文章这个囝啦尔，根本都毋是你的囝。阿爸，你若遐尼啊看袂起我，我过去离开这个厝啦。你无唔对啦，金宝啊，但你甲看啦，你阿爸讲要看你无哦，你搁留讲林家是要创啥？加个人怨的啦，你哦规气出出去哦，莫转来啦，予林家哦去绝囝绝孙啦。嘿啊！我出个猪你！到底是安怎呢？就是呀！大夫啊，啊，阮老爷病是安怎？中风啦！中风哦！啊，我怎医无？有啦，爱慢慢医啦。安尼哦，啊，多谢你哦，无你顺行顺行。阿浩，都是你唔好，你还是无好好照顾恁老爷哦，害恁老爷再破病，再尔严重。你讲了无唔对啦，是我唔好啦，我个老爷照顾好，再害老爷变安尼啦。宝贝啊，阮阿爸已经中风啊，已经免管代志，所以即摆开始厝内底大大细细代志，拢由我掌管，知影无？好啦，姐，你，夫人啊，安怎？啊，你无听你少爷即摆讲的话是？伊若叫你安怎做，你安怎做就好啊！你有啥物意见？最近洪山地区啊，是做旱灾，五谷欠收，又搁加上病虫害，所有村民是生活起足艰苦。风声无雨三芒芽，咱村内有虫害，还搁苦旱，毋知阮是得罪着啥物，还是做啥物毋对？请五虎三王爷指示。这只牛内底有一只鸠鸡呢，敢是咱得罪了鸠鸡？另外，村民林家的报应已经来，金宝把厝内的钱开了了，刷落去，伊开始想想要变卖林家的土地。老爷，你紧甲我讲，看你囡仔藏伫咧倒位。嗯，阿爸，你放心啦，你甲囡仔藏伫倒位，甲阮讲，我一定好好友好你。嗯，你是唔知影，还是唔肯提出来给阮？阿爸，你袂晓讲袂要紧，我摕笔甲纸来，给你写吼。好伯啊，去摕笔甲纸来。你还不记得那块痛啥？哦，嗯，金夏，嗯，来啦，来啦，金夏啦，快金夏，紧紧，哎，好，你真想唔写？你若唔写，我绝对要叫你写啦。阿浩，我咧看吼，恁老爷敢无想要困伫迄只啦？你甲朝去茶房困啦。无咯，夫人啊。安怎？阿浩，敢唔敢去？哦。林老爷，这对老翁阿婆实在唔知安怎做。若讲娶这个后秀是有不离无，也即摆因翁咧破病拢无烦恼。干那想要夺财产、爱钱哪插步？也若讲这个后生嘛唔免饲，老爸咧破病，啊干那规头壳来想要抢因老爸的钱，这若要讲就爱讲过去，是因这个老爸去误会因大后生，唔只会成这个细汉的，今麦咧甲凌迟。哇，无恁的代志，恁出去。是。我甲你讲，假使你还阁唔甲我讲，囡仔藏伫咧啥物所在，你着拢一直住藏咧遮，一脚步你毋免下手离开这间茶房。来啊，食饭啦。
法官。无你的代志出去。紧出去啊！你看啥？啊？你一直拢看阮母仔囝无去，你今仔日有这个下场，嘛是你家己做得来。我搁你一寡时间，到时你也是搁唔肯讲囡仔藏伫啥物所在遮。你哦，都免少受要食。阿爸，阿爸，你是安怎？啊？爸，我无代志。你有什么代志，别要跟我讲是？我拄才碰到阮阿爸，叫人关伫个茶房内底等你受苦。你碰到恁阿爸，叫人关伫个茶房内底，那安尼恁到底在倒位？阮到底在黄山。你从来都冇跟我讲过恁到底怎样，到底是为虾米？因为我是去给阮阿爸赶出灵港的。你是给阮阿爸赶出来的，是安怎？就安尼，文忠甲苏东时向赶出林家的情形，详详细细甲金主讲，为着好辈，伊不得不来牺牲家己。本来我认为上重要的，就是先赚一百两，等下阮阿爸。啊，不过拄则我望到阮阿爸等咧受苦，我即摆才烦恼伊。文忠，那你紧等去看卖啊。阿姆哥，我今麦一事无成，哪有迄个面子转去的？文忠，你是翁阿婆呢，阮陈家的事业就是你的事业。古仔讲，阮家若无你的斗三工，早就已经倒。明仔早都去甲阿爸阿母讲，我要跟你回去洪山。什么呀？一百两银做嫁妆？别个咧，我无要答应。假使恁两个若带转去，无要转来，到时我唔说人财两失，我唔肯，无要答应。阿母，我是一个有太过病的人咧，文忠伊不但无去嫌我，佮我的病医好啊，我一条命，伊还佫是伊佮我捡转来，就算佮是查某囝的救命钱，付一百两银，迄嘛无算啥啊。阿爸阿母，我回去跟我阿爸五月解释清楚了，将来这一百两银，我一定会提转来还你。文忠，感情是一定要有一百两银，你才愿意回去。因为我答应过阮阿爸，所以我一定要做到到。好，那安尼，我跟你斗阵来去，两人趁钱，准备一个人赚较紧啊。对，金主，我真是唔敢让你倒啊来去外面受苦。搁再讲。阿爸阿母嘛一定无同意，你对我转去。文忠，人咧讲嫁嫁对嫁背，嫁狗对狗走，我一定要跟你斗阵来去。金主啊，啊你真是忍心放阮两个老的做恁去？阿爸阿母，请你原谅查某囝不好。阿爸阿母，我只来去外口赚一百两银，转去害阮阿爸。我就随带金主回来，又害你两位老大人。假使我若是提一百两给你，你是不是甲金主会赶紧倒回来？
退去，紧起来。唉，查某囝饲大，总是别人个啦。金主甲文忠摕到100两，两个人是足欢喜，要赶返去凤山林家。特别重大，头前都有大所在，咱阁赶一段路，退咱歇过。咱是先赶路啦，因为我就想要去看你的故乡个呢。工拢发作，金主一路上找真侪大夫来给伊看诊，也毋过拢无起色，予金主是足烦恼。唉，金夫人啊，恁翁的身体吼，那向向吼发作起来吼，那毋是去磨刷着，就是冲翻着。那毋是磨刷着，就是冲翻着。这我做大夫嘛是无法度啦，你会使去问神、八卦，还是抽签。阿姆哥。金主啊，咱先送这位大夫回去，这个代志啊，再慢慢仔想办法。大夫，请。做伫门中，过去碰到真侪困难，拢得到王爷的相救，才会当逢凶化吉。这边地主唔知得到什么怪病，请王爷甲我化解。卡顺若是会当医好我的家，地主无怨，一世人伺候王爷。和王爷再见。敢讲，这个刚所发生的代志，甲王爷有关系？夫人，一下呀，大少爷等啊。你回来了啊！伊是哦，这是我的家哦，金珠。阿姨你好。啊，好。阿姨啊，那无看阿爸嘞？哦，恁阿爸伫咧茶房的啦。茶房？嗯。果然伫咧茶房。阿爸。阿爸，我回来了。阿爸，我是文忠，我回来了，阿爸。阿爸，你哪变了？阿爸，我想跟你做你讲。阿爸，你跟我讲，你跟我话啊，阿爸。阿爸，你跟我话啊。大少爷。老爷中风哦，无得人讲话啦。阿爸，是我唔对。阿爸，是我不好。拜托，甲咱转来看你。阿爸。
请你原谅我阿爸。你先起来啦，你莫这么激动，你安尼对阿爸身体不好呢。这是我给阿金珠。阿爸。阿爸，真实的，我甲金珠申请的时阵，无甲你通知。当初是我离开咱家的时阵，我就决心，将来我若回来，一定会将一百两摕回来害你。阿爸，我把钱摕回来。来，家己爸阿囝莫讲实咧，阿爸，你听我讲，阿公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你放心，即摆我人转来啊，我一定会将你的病医好。是啦，老爷，你吼，你安心嘛，大叫，好我用你的病啦。哎呦，文忠，你阿爸吼，昨下破病了后，啊头壳煞拢袂清楚，啊第二早过要倒来查房的啦，好我嘛足无药法度的啦。宝贝啊。紧将老爷送到去房间。是。爸。恁阿爸的代志哦，文忠已经伫咧怀疑啊。啊？安尼要安那？那咧紧张啥？要问就好伊问嘛。非得恁阿爸哦，即马也袂讲话啊啦。就准讲会开嘴讲，也讲袂清楚，你咧惊啥？阿爸是袂讲话啦，啊，不过福伯啊，就讲啊清清楚楚呢。福伯啊，那呢是，我连福伯啊都先煞给伊。呀哈，大少爷已经回来。今麦咧查讲老爷是安怎来搬这查房单？阿爸，那安尼，你敢有照实甲大少爷讲咧？哟哈，阿爸是还袂甲大少爷讲啥物话？我是考虑到你的立场，所以想讲甲你参详了后再讲。我，文忠少爷已经带金珠回来啊，我今麦只有看金波少爷是毋是真心在对待我呀？哟哈。那照你安尼讲，李少爷也真心对待你，啊，你唔着徛咧李少爷迄边啊？讲老爷是甲伊欢喜，甲阮搬来查房住。无唔对，我就是要对付大少爷，相叫根本拢无甲我看咧眼内。玉霞，这边要怪大少爷啦，我看我也是照实甲大少爷讲好啦。你讲，阿、啊、好，你唔来俩阵讲文忠回来，你有靠山？夫人啊，我并无这个意思啦，因为老爷哦实在对我太好，我总是爱报答啊。报答？敢讲阮母仔对你无好心？阿福，平常时我是真尊重你哦，可孙儿真是要安尼生做，你又唔通怪我对你无情。这，夫人啊，你拄则讲的话，我拢听着。阿伯啊，莫讲我无带念。你这几年伫阮家的钱，你即摆就甲我离开这，啊那无，我着叫人甲你拍死。好，我离开，啊无我拜托夫人甲你下来，对老爷较好些。啊，跟我搬来走。我不来啦，要留你家啦。我徛遐创啥？还唔出去？你来了，华生，你来了。阿爸，是这个。什么？好袂走啊？好袂走，无代无志，雄雄走去走嘞。我看伊是想讲，你都已经回来啊，
啊，找有你咧管理就好啊。伊个老公在家要创啥？奇怪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缘故。无生气笑，敢讲结空结空，要来应付人心？好白阿英去往赶出去啊呢，伊要应付人。恁阿爸还可会写字啊？迄万一呐？不行，我这尔无简单，我将所有财产都给你管理的，除了提钱以外，不如。恁老爷、老翁仔某困遐侪年，最后嘛是为着钱。这毋是干那咧搬戏，现实的社会嘛有即落代志。要若讲恁老爷上衰是娶到即个后秀阿好，佮较衰是生到即个后生啊做金宝，出即落了尾仔囝，就是因为即个老母，即个母甲林家安尼翘翘倒。小奶奶，你的抓药啊，辛苦你了呢。没啦，这是我应该做的啊。小奶奶，我看你吼有够幸福的啦，阮大少爷吼娶你一定有够幸福的。你妈安尼讲啊，多谢你。啊，小奶奶，我吼拄啊在添一件衫，啊，唔讲吼一直添袂好呢，你敢会愿意甲我加一个？好啊。阮家一定发生什么代志，国公爷，请你保庇阮阿爹得好个。不来你家，啊！这是安怎？不要紧，这五爷休息地，平常时我拢待在身后边，我陪你等伊。阿爸，阿爸，起来吃药啊！阿爸，睡。谢谢你哦，谢谢你。阿爸，你也要讲话啊！阿爸，金珠啊，
你怎样又特别有效呢？金珠啊，阿爸。阿爸，嗯，啊，金宝，阿爸，你打好，先别讲这么多，先休困。阿爸，你先休困一下，我来煮饭给你吃啦。你休困一下哦，哈。阿婆，我来讲嘛。这死老狗，你的命还真乱安怎哈？你还想要讲国家金宝的歹话哦？信？既然你敢有在条讲话，那是得赶紧甲我讲。看地契，伊那是藏在了倒位？啊，那无，你唔通怪我替你绝情。你讲。看你这个所在，唔讲实，你若唔讲，我让你死！唔讲，也靠唔到我努力，你永远拢袂讲，永远拢袂讲话。我起来吃饭啊！这金金珠啊，特别为伊煮的呢。阿爸，阿爸，阿爸。阿爸，我要喘气啊！阿爸死啊！阿爸死啊！阿爸！阿爸死啊！阿爸！阿爸！阿爸！收归何人？林夫、林王后要来控告林文忠，致死伊的老爸。你甲死者是啥物关系？我是伊的后手，叫做阿虎。那呢？你敢有亲目睭看到林文忠杀人？有，林文忠起声，将伊老爸吼活活甲致死啊！林金宝，你刚才你的兄哥起笑的代志？大人，我当然嘛知影。有一届，阮阿兄突然甲发作。啊！要提醒阮阿母甲我，阮阿仔有厝内底人甲阻止，啊！若无，阮阿母甲我就去害死安尼。那呢？现场看到的人，还佫有甚物人？民女陆玉霞，话大人的话，啊！不过我感觉阮大少爷是真正起笑，是假笑提人的。绝对无这个代志。我信你，每间人到一个时间，我会发作，人会失神。啊！不过我绝对无提醒阮阿爹啊！你何白讲？你提醒你阿爸，大人，我有看到伊个阿爸大我弟媳，我有看到伊是伊提醒，是伊提醒。我无提醒我阿爹，我无。敢那是你？我无。提醒是你提醒的。我无。是你提醒我，提醒阿爹。我无。是你。不掉，不掉。不掉，不掉。是你。是你。不是我带你来，你看，你给你气笑，你哪？你给你搞笑话啦？想怎么拿我来推？
先将少年疑犯林文忠押入大牢，今日执行。文忠，文忠，文忠，陈大理，文忠你无太难是玩闹的，你是玩闹，你是玩闹的啦，大理。去面大人，迄、那个嫌疑犯林文忠又搁起写，而且要要求见大人一面。我去本官。林文忠，你以为增效就会使洗清你的罪行吗？魔鬼增效，我乃个王爷，要甲你告知林家结案的真相。是你去害死家己阿爸，你哪会使将罪名扫别人？我所言句句属实，所派人去曾祖云家摕水钱求来。迄面代人，咱不妨听伊话看卖哩。好，来人啊，今日派人去曾长爷将水钱求摕来。是。林文忠，水晶球已经摕了，你阁有啥物话要讲？速看水晶球，一切的真相都伫个内面。我地下囡仔是藏伫个多，啊那无，你唔通怪我对你绝情。你讲，你伫啥物所在？讲实。你若唔讲，我就你死！我你今晚都袂出去，今晚都袂讲话。这是何等现实，真是奇妙啊！学生从来冇看过这个现象，这敢是真正神的指示？这。拄只水晶球所部分的形象过程十分的符合，啊，不过并无直接的证据。不愧是正派的父母官，用心查案，事关拢好啦。参见五虎三王爷，王爷，拄只水晶球所部分的，请王爷指示。尽速赴林家，就会知影。唔通耽误。地主兵变，江上王爷。阿好啊，甲金宝也知影动机，伫咧详细查，因知因的处境真危啊，两个母仔囝出来，按算要来逃走。恁免惊啦，是我啦。啊，恁要走，哪拢无甲我讲咧？是安怎会通知你？你不是说你真心爱我？哎呦，我这摆哪有心情跟你讲这啊？阿母，你免硬走，除非你把财产分我一半。你免少想啊，凭什么要分你一半？你若不分我，我就把你的事情都讲出来。你敢？我哪敢？我是不可能让你好吃饭的啦。呀！你在干嘛？你这个歹人！我绝对要去告的，今仔开始，唔通我走一个。大姐，你啥物才是牛哈？金花，去发现着啊，紧落去死。是。牛啊！牛啊！
金宝、林氏也好，恁两个人为着财产，强谋害死林兴，又搁害死廖玉霞，更加要加害林丹金主未成，当场毙了。即马人证、物证拢有，恁两个确实罪大恶极，本官就判恁死刑。大人，阿雷，大人，我是冤枉的，我是冤枉的啦，大人，我是冤枉的啦，大人，大人啊，大人啊，冤枉的啦，大人，大人啊，嫌犯林文忠无罪，当场释放。多谢大人。退堂。金主，阿爸阿母，真歹势，我甲恁两位老人家添麻烦啦。哎，哪里创新？唔免啦，唔免啦。无代志就好啊。平安上好，多谢啦。好平啊，多谢呀。恭喜你无代志，啊，不过我来找我欠叫夏阿姨。好伯，代志已经过去了，你唔通太过伤心。啊，对了，大少爷，这是林家不动产，若要过户，拢要接入因啊。大爷，交代我爱亲手教化你。洪山一直无落雨，伫咧做旱灾，又搁再加上最近啊瘟疫连连啊，所有庄民是痛苦万分啊，纷纷聚集来到庄长因家。五十号也过期。然后将水晶球搁打伫还价额头，自然都会当还。感谢五虎三凤爷。姐啊，你醒啊！真好真好，咱大家今来感谢五虎三凤爷。感谢龙三公爷，上帝就随我来。过来呀，就这只手手出去。参见王爷，不知王爷有何贵姓？就是这样，你残害洪山百姓，天理不容。洪山人残害我子孙，应受我罚。恁洪山人竟然上山来找我，我要让恁好看。王爷。你阻碍我为子孙报仇，我跟你势不两立。就伫这，障碍你子孙来领金宝个人之事，如
平林金宝已经受到报应而死，绝不该放弃其他无辜之人。阿南无，你就遭受天劫，千年修炼化为乌有。我知了，知了。速回山中进修正果，不得再扰乱民间。是。是是感谢加钱予林家，也加钱予洪山的人，让洪山这个所在开始发展起来。林文忠感念五王爷的保庇，将家产变卖，捐地来起万里大天府，服侍五王爷等五虎王爷，而且遵守当初时的祈求。林文忠作为五王爷的地主，一生将五王爷切欠，为万里地方的人民造福无数。后来林文忠升天，五王爷封赐伊为开府将军。虽然故事所表现的时代有所不同，也不过今日的故事内，咱所描写的正是今日大天府所服侍的开府将军林文忠的故事。也故事中所讲到的庄长，正是现今林文忠的小弟。也就是今日大天府的主持林文玉，万里大天府朱王爷是十分的灵验。建庙以来，各方的信徒前来参拜，有力出力，有钱出钱，为尽八方大天府像逐步来完成。尤其是五王爷的水晶球，会当预知未来，为人解厄、解迷以及治病。各地信徒，大家拢去大天府求水晶球，来治病解厄，祈求家庭平安。古早俗语，古早款，古台湾传承台湾，庙口文化不可断。今麦俗语爱流传，今仔日俗语要写啥？阿祖来讲给你听。张炳煌老师教咱写，今麦俗语邓是行，得忍请忍，得耐请耐，不。忍不耐，小事成大。各位师长兼外贴的好朋友，咱今仔日即句俗语是讲：得忍且忍，得耐且耐，不忍不耐，小事成大。真正有意思，有内涵。古早人伫咧讲：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硬冲一步是家败人亡哦，所以人咧讲吼，咱若会晓忍，即个啊，歹代志，还是讲较冲动的代志，歹惯咧忍袂过，食甲饱二回。可是你若袂晓想，想过冲动，真正有时候会败得家破人亡。为什么呢？所以讲，咱一个人会晓三思而后行。安尼你做代志就袂失败。即句话提醒咱较冲动的遮少年人，凡事我们觉得很气恨，或者你感觉讲真厉害，你还阁退一步想想看，我这一个冲出去会不会伤到自己，还有会不会伤到家人？当然，或许伤到对方，你觉得很爽，这个是爽的后面有伤的。或许就轮到你咯，所以说得忍且忍，得耐且耐，不忍不耐，大事小事成大，也就是讲，无忍耐的人，常常会把一件小小的事情，因为你的冲动，变成一个大事情，大会当变甲伤亡，或者是讲啊败家，啊那是小，唔拄好有厝内人去伤害，或者是你家己人去伤害。
这拢是厝内亲戚朋友所无愿意看到的代志，所以得去哩，顶来请来，那无是小事成大。今仔日这句俗语，咱要感谢何英导师写咱的卢太太，也感谢咱的书法大师张炳煌为咱书法。其中跟我听的好朋友，今天阿祖美吗？嗯，好像黑寡妇，黑黑的，可是亮晶晶的，看起来比较瘦，还好嘛哈。今天要感谢为我造型的，这个是那个 R6，切割空间发型设计，我们的 Maggie 为我打扮的。这个 R6 是我的好朋友，这个老板说一定要报他的 R6， 其实我是在博迪做的哈，也感谢这一集的赞助单位，首先要感谢当然是咱管理大天府管理委员会，咱的主任委员哈是咱陈淑琴，咱的主持是林文玉，啊，若讲到这个主持哦，也搁有咱这个主任委员，真正。用心吼，伫咧办理咱的这个大田户，咱的大田户目前吼只是硬壳造好吼，里面还需要很多这个诚心大德来甲阮斗三工，让我们的这个五户王爷吼会当搁再较兴旺吼，为咱这个万民百姓大家来造福。上界感谢吼，是咱万里咱做乡亲呐，安尼无想着讲哦，阮。这次到这个万里，大家吼真用心甲阮帮忙哦，所以非常的感谢。也特别感谢这一位吼是郑真德，我们的郑大哥吼，真的，伊讲吼，因为甲阮这个台湾基岸所有在观众在四中间话贴的博感情送十卡。十卡里行箱，这是咱美尔奈公司所提供的十个旅行箱哈。这旅行箱很棒哦，听说哦，这个很名贵的啦哈。我问他多少钱，这是送的，不要说钱啦哦。所以我们这个郑大哥实在是很慷慨。所以有一个小小的谜题，就是说，哎，我们这个戏，这个主神是什么神？然后地点是在哪里？很简单嘛，看了大家都知道，所以送十个，我们下个月来抽奖。接着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东西要送给咱在西中干毛贴的，就是西中干毛贴的要送哦，西中干毛贴的，所以这个台湾奇案的在西中干毛贴，真的好可爱哦，好感动哦，真的谢谢你哦。当然要感谢是咱吼，万里。东里家风，这是民宿哈。那呢，林燕西，还有演员，还有咱的郑基荣哈，咱郑先生，谢谢你的帮忙。各位西中干嘛台湾好朋友，卡叔，你老故事，你老俗语，想要甲阿祖讲，来电话卡了。这是咱的服务专线，电话是25466760，写信也可以哦。我们信要寄台北邮政81669号信箱。是中姜啊，台湾好朋友，咱台湾奇案一集比一集较好看，下一集的台湾奇案真的好棒好棒哦！阿祖等你，我们下个礼拜三台湾奇案再见。